大家好，欢迎来到吃游青岛。今天我带您到青岛的渔港码头上去看一看出海两三个小时就回来的渔船带回来的最新鲜的海鲜。立夏东北，立夏十五。不是东北这个啊，不是，不是十四五，迷雾天的我感那些立夏嘞，你家算的是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刚上岸的海鲜还没有分类，在码头上临时进行分类，特别的新鲜。虾虎怎么样？虾虎啥时候？八袋了，八袋二十五。那你先搁里边一扭。这蟹子嘞？啊，蟹子二十。不要那啥的，多了啊。哎呦，这里很新鲜啊！什么时候回来的？刚上来。一般咱出海多长时间？我把这个拿出来，把这个拿。早晨走。哦，赶不得回来了。三四个小时啊。这是新鲜的，还动弹的。小虾、小鱼的。你这个立夏都没？立夏十五。嗯，舌头那个多少就那个9块钟了，都卖10块。都卖十块。这里现在二十。不一会儿挑水去弄，没有了。那今天还剥一个。我在那儿也够了。我今天要不够，我就那个。有个挑水，一个半个的大的就有。再没有了？再没有了？还有，我外地得到会儿练练。